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然后那个，我这边是来自那个浪潮，然后我所带来的演讲呢，是在云计算环境下去实现一个全栈可系列的构建，以及我们的一个最佳实践的一个经验。那英文名是那个 Full Stack Security Chain of Trust and Best Practice Cloud。那这个技术呢，我们是基于我们浪潮的这个 Cloud OpenStack。所做的，它就是说我们在 Cloud OpenStack 里面的安全特性之一，它的基于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呢是 TPM。切换没反应。对，你过来了。就是把这个笔记给点掉。还没反应过来。放在电话里面吧。切换，点下切换吧，点下切换那个。为什么过来？切换没反应。这个稍微有点技术问题，我就继续。那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 TPM 呢是由这个 TCG 所定义的一个安全的芯片。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云环境里面去做这个事情呢？就是首先就是说安全对于运行于云环境中的这个工作负载来说，或者虚拟机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随着近几年来这个安全攻击技术的一个发展，那它的这个攻击技术的发展呢，它有呈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从早期的这个对网络的攻击、对系统的攻击，开始下沉到对这个硬件的攻击。那硬件呢，其实是在云服务商这边去做的。那硬件呢，其实是在这个云服务商这一侧。那么针对于工作负载来说，它急需要有一个全栈可信的平台，就是说我这个安全不只是说我的这个系统是安全的，我的这个网络是经过认证的，而且我是说我的硬件是经过认证的，我的这个系统是经过认证的，我所在的这个我的工作负载所运行的环境是安全的。那这个安全的构建呢，其实是要有三个图，经历三个过程。首先呢，是说我在整个计算节点的启动过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测。那在关键部件的这个引导和加载的和以及启动的过程中呢，我要有一个安全的这个保护。那针对一些关键的部件呢，我检测到它不安全或者不可信的时候，我能够进行一个恢复。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构建全栈安全可信所要经历的一个三个阶段。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就是 TPM。它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将我们从服务器的一个硬件，一直到这个虚拟化的软件，再一直到这个虚拟化的软件，再一直到这个云的这个运行期间的一个穿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拿到这个控制权的时候，那它其实是并不知道，就是说我之前的环境是不是可信的。那这个可信是需要有一个报告来源的，那这个报告来源呢，就是这个 TPM。那 TPM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TPM 是一个，其实说白了，它是一个具有安全存储空间和一个基于硬件的密码加密引擎的一个安全芯片。那当时它设计的一个理念呢，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对于这个云数据中心的一个服务器来说，它的成本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它是起到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作用。那在这个启动过程中，从服务器的上电一直到系统的运行，它都会记录每一个组件，我家用加载组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可以去检测说我所使用的这个状态组件是不是可信，如果可信，我就会让我的下一个组件会继续去运行。那 TPM 作为这样的一个组件，在云环境中的应用呢，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个业界的认可。其实早在那个 OpenStack 的一个Folsom 这个版本里面，抱歉。Folsom 这个版本里面呢，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现阶段的话，就是说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从服务器的硬件一直到这个服务器的这个
运行期间，就是那个宿主软件，就是 VMM 这一侧的一个信任的传递。但是比如说从这个 VMM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宿主系统到这个虚拟机这一层，其实是没有做到的。那它这一层的是对要想实现说从这个虚拟化软件一直到这个虚拟机，它需要有一个东西叫 vTPM，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TPM 它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硬件，它不支持这个虚拟化，所以说我们需要为了给每一个虚拟机去提供这个可信根，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部件叫这个 vTPM。 那这个 vTPM 它所解决的一个对于虚拟机租户来说它的价值是什么？首先说我可以承载来自这个我的宿主系统它自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知道说我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节点上。其次呢，我对于虚拟机租户来说，我可以基于自己的可信根去加密自己的数据，而这个密钥是我的租户自己控制的，这个其他人是控制不到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实践在业界呢已经有大量的一个探索，从早期的这个最早其实是 IBM 在做这个事情，当时他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方案，然后之后其实在微软的一个 VNext 包括这个 VMware 都引入了 vTPM 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在这些的引入的时候，他们会或多或少对虚拟机的一个使用，比如说虚拟机的一个生命周期会有一些约束。那比如说Windows Microsoft 的这个方案，它就是说我需要限制这个虚拟机不能迁移，或者说对迁移是有一些限制的。那这样来说话呢，就会降低了这个虚拟机的高可用和一些虚拟机的一些就是说这个高可用和高可用的一些场景，包括比如说它的一些快照啊这些场景。那其实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要想给虚拟机去提供 vTPM 这样的一个组件，我们需要去解决哪些挑战的问题。其实针对 TPM 模就是整个业务逻辑的模拟，其实我们的业界已经给了很多的一个方案，而且相当成熟。那么在这个和 VM 和虚拟机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个兼容性方面，我们可能是我们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那其实主要是几个点，一个就是说SMX 算法的一个集成，这是是我们在算法上的一个扩展，因为 TPM 它本身是支持这个算法的自定义的扩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认证，就是它是一个基于软件去颁发的东西，在云环境下如何去认证这个vTPM 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可信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 vTPM 服务于工作负载，也就是服务于这个虚拟机，它如何在就是说能够适应这个虚拟机动态性和一个高可用情况下它的一个数据安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安全可信根。那其实这个工作呢，是我们在我们的浪潮的这个 Eglad OpenStack 里面去做的。那 Eglad OpenStack 呢，是浪潮推出的一款那个基于 OpenStack 推出的一款云操作系统。那其中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件。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基于 TPM 这个特性呢，我们实现了一个软件第一安全。然后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可信报告服务、可信验证服务和虚拟机可信服务，就是提供一个为虚拟机提供一个虚拟可信根。那其实我这么去说，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它的作用是什么。那其实看这张图，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首先就是说我基于这个 vTPM， 我能去确保这个我的虚拟机始终运行在一个安全可信的一个工作虚拟化这个计算节点之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我承载这个包含于 vTPM 的这个虚拟机的硬件和我的这个宿主系统是完成了这个全站安全可信的一个构建的。那么在这之上呢，我又基于这个 vTPM 加这种全站可信的构建呢，就是这个信任扩展到了这个虚拟机里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保障这个这个虚拟机运行在这个安全可信的节点上。那它是怎么去说保障说我只能运行在这个计算节点之上呢？因为虚拟机是会迁移的。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 API， 我们在我们的 API 去做了一些扩展。那这个扩展里面会做一些，比如说虚拟机在迁移的时候，我会加一个验证，就是说我的目标主机是不是可信的，我的原虚拟机是不是可信的，是不是安全的，我会加一些标签，这样我就会限制说安全的虚拟机始终在安全的这个计算节点之上，从而保证了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那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保障，就是说首先我加了一个 vTPM， 但是我又不能去限制这个或者约束我这个虚拟机的这个
虚拟机的这个生命周期呢，那我们的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基于这个软，首先我的业务逻辑是基于软充软件模拟的，但是呢，我的这个设备管理是基于这个 QEMU、QOM 这样一个机制去实现的。然后呢，我可以保证它的一个一致性。那如何保障就是说虚拟机启动之前它的这个安全呢？那我们会在整个虚拟机启动过程中，我们会验证这个度量和验证虚拟机所使用的每一个组件，包括它的libvirt， 包括它的这个 nova， 包括它的 QEMU， 包括它的这个固件。我们这个里面的固件的话，包括了这个 UEFI、8S 等等。那全生命周期内我们是涵盖了哪些全生命周期呢？包括了这个从服务器虚拟机的创建、启动、运行、迁移、暂停、暂停恢复以及重启，还有快照这样机制过程中，在这些过程中我要保障这个虚拟可信跟数据的安全。那我们怎么做到的话，就是这里面我们基于了一个点，就是说基于这个 QEMU 的 LUKS 这样的一个机制，保障就是说在这个虚拟机的快照过程中，包括这个虚拟机的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其实快照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这个 K 源实现里面，快照完的数据其实是不安全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给这个虚拟机内存做快照的时候，其实这个文件它是明文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用户在这个内存里面运行了一段数据，它可能包含了一些敏感信息，比如说你的密钥 OK， 你的口令，那可能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数据它会把这些数据会透露给这个外围，所以说也是一些就是可能会暴露出来，从而产生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迁移，那迁移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约束。首先是说我的一个可信节点，其实刚才我已经说到了，就是我迁移的时候会做一些验证，就是只能说让这个虚拟安全的虚拟机始终运行于安全的节点之上。同时呢，我的数据传输是基于这个数据这个加密，确保保障这个虚拟机的一个始终的一个安全。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快照的一个节点。那这个呢是我们基于这个我们刚才所做的 vTPM 所构建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它的一个实践。那么我们基于这个底层的 TPM 到中间的一个引导过程的这个可信，一直到这个虚拟机的可信，然后从而实现了纵向的一个可信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基于 TPM 的一个可信状态的报告，然后在迁移的时候的一个使用，保障了这个横向迁移的横向的信任扩展，就是说从而达到了就是说这个为这个虚拟为租户的这个虚拟机提供一个安全可用的这个全站的可信的一个工作环境。谢谢各位。